七长老，离开两山之间者为父，如何？嗯，排行老七，封号令长。封号斗罗，昊天宗不是一门双斗罗吗？我们兄弟闭关苦修20载，自然都已接连突破，怎么怕了？不，很荣幸挑战您，烈阳斗罗唐三59级控制系战魂王。哦，宗主早就知道他有外附魂骨，这是他的三块魂骨之一。三块，哼，可真是个小怪。10年之后，一代天骄。小心了，杀神领域。面对封号斗罗，任何人都不得不全力以赴。第三魂技，昊日烈阳。能够明显地感受到昊天锤的力量在增强，此时绝不能硬拼。面对封号斗罗不间断攻击，我也没办法一直坚持，必须要打破眼前的僵局。在担心小三，我又何尝不是呢？可他身为我们的儿子，有些事情是不得不去面对的。这下七长老施展在昊天锤上的任何魂技，将会有双倍的攻击力。第五魂技，重力控制。不好！第二魂技，鬼魂控制。蓝银领域，杀神领域，不仅是魂技，还有实战经验的差距，唐三根本抵不住。这样的对手，可要好好较量一下。鬼影离踪，
好小子，让老七连目标也无法锁定，这样再强大的攻击都是徒劳啊。被我的昊天锤压制成那样，居然能巧妙闪过，还没有一丝疲态。七经八脉打通后，身体的恢复速度变得更快。老七的魂力调动已超四成，是起了好伤心吗？毕竟唐三已带给昊天宗太多惊喜。第七魂技实质的跨越，意味着小三需要面对两个气魂真身。这种情况下，他不可能撑得住七长老的攻击。七长老不仅有魂技的优势，魂力的优势更是大，所出的四成力是源源不断的，根本不怕消耗。而我认输了吧也好，倒是只要表示自己多调动了些魂力，这样既显示了实力，也达成了二长老平手的意思。下的本能防卫，七长老一时使出了全部魂力。结束了，小鬼。第五魂技，蓝银霸王枪。没事，您放心好了。老弟，你真是调教出了一个小怪物啊。
小三，你没事吧？气魂真身被蓝银霸王枪削弱过，而且大多数冲击都被八蛛魂骨承受了，身体只有点震伤。七叔这亏吃的有点大，二叔，待会儿拦着他点儿，特别让他冲动了。那小子呢？不会被我轰碎了吧？啊？这小子怎么上来的？宗主，你救他？他自己上来的。不可能！在我的气魂真身全力轰击下，他不死也要脱层皮。接受现实吧，我们都看着呢。如果我猜得不错，他还有个能够飞行的技能，在和你的对抗中并没有用处。可是，住口！你在和他比试的过程中，违背了之前的约定。这场比试，你已经输了。怎么回事？我的魂技被强行切断了，是因为蓝银霸王枪碎裂时产生的领域场。不妙，我得尽快摆脱僵直状态。愿赌服输，我既然输了，答应他的事就要做到。大家都散了吧，各自修炼去。是是。月华，你可以去准备认祖归宗的仪式了。多谢各位长老成全。不是我们成全，是他自己成全了自己。我还从未见过如此出色的年轻人，只是希望他今后不要走上歪路，不要像他父亲那样。众位长老，昊天宗封闭多年，是不是也到了该解禁的时候了？宗主，你的意思是？20年了，昊天锤也到了该再现魂师界的时候。众位长老不是多次向我提出解禁之事吗？我看，现在时机已经成熟。我不同意。现在看来，我们应该继续隐忍一段时间。因为小三。昊天宗需要一位能够带领宗门开拓进取的领路人。我们老了，你也渐渐老了，但这孩子却不同。如此天才，我们绝不能因为宗门的提前崛起而忽略了他。他需要历练和培养。宗门隐藏于暗处，才能更有效地培养他。二叔，您对当初昊帝的事不介意了？不。还记得我之前说的三个条件吗？这孩子如果能够完成这三件事，就证明他有作为你继承人的资格。